顶滑板吊直线，首先你架好拍了以后，引拍，这个时候你的小臂直接往上走就行了。一往上走，当你差不多要接触球的时候，你就要开始有一个包滑的感觉，这个就是包的动作，然后用你的手腕和手指再往旁边上去滑，包滑这样的感觉，然后这个时候你是直接往旁边这样挥拍就行了，有一个包滑的动作，一、二，这样的感觉。所以打完了以后，拍子会稍微横着这样往下去手拍，所以它的感觉是这样，一个包，一个滑，这样的感觉。所以这一个就是头顶滑板吊直线的精髓。广义让广大的球友受益。有什么羽毛球上的问题，可以进入我主页粉丝群和我深度交流。